拉伯圣地麦加将重现百万朝圣人潮的盛况。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，圣地麦加的大型朝圣活动已经对外停办两年了，只有沙烏地阿拉伯公民才准到麦加朝圣。而如今朝圣活动重新对外籍穆斯林开放，第一批数千名穆斯林抵达麦加，预计后续来朝圣的外籍穆斯林将会超过百万人。他们都穿着白袍，手持遮阳伞，走过滚烫的沙漠，诵经祈祷。虽然说过程是相当的艰苦，磨练心智，但是麦加能恢复朝圣，也代表着沙国已经能够应付当前的疫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